烧先行剃了平头，在今天中午入伍服役。班社自高歌韶二季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因演出邻家汪美男，请回答1988，芝加哥打字机，极度的化身的多部韩剧，而名气大增的27岁男韩演员高更韶，今天中午低调入伍从军了。高更韶以演出邻家汪美男知名度大涨。凡社自高更韶爱剧入伍前一刻，高更韶在个人爱剧更新照片，并向粉丝道别：“我会好好回来的，感谢20代一路陪伴走来的所有人，祝大家幸福，爱你们，我会向祝更好的30代回归，再次与你们相见。”高更韶 PO 上照片，已经先行理了小平头，模样帅气腼腆，让不少粉丝看了相当不舍。高更韶在中午12点多透过 IG 向粉丝暂时道别，圈红处。班社自高更韶 IG 高更韶不久前亦透过经纪公司离声免应届义务，2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，会以更成熟面貌回来，以回报大家的爱。